要嘛是咱的新庄避障跟文武大众老爷吼，伊一百。好，咱即马现场咱准备咧恭迎咱新庄咱的地藏啊文武大众老爷。咱的新桥准备要来到咱的队伍，头前就是个水路的部分来进行我们的咱。地藏啊，文武大众也盛驾莅临。咱就咱今年咱中港区的总楼主，加咱全台白龙湾女性金人堂，咱的曾祖伟，带领咱罗华将地主，向咱的乡亲献上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感恩大家辛苦啊，嘛感谢咱今仔日全部咱的旧班的这些好朋友，嘛伫只恭祝咱新增地藏王咱文武大众老爷的圣诞之秋，千秋万寿无疆，圣那大众爷。来麻烦咱现场全部人哦，我等下讲咱恭祝咱的文武大众爷，麻烦大家对我画。咱的一个圣诞千秋吼，来，咱的文武大将老爷，来恭祝咱文武大将老爷，恭祝咱文武大将老爷圣诞千秋，千秋万寿无疆，圣寿。咱今年咱的中港区的总路主团，咱的路主率领咱的全台白龙湾女性青年团，咱的罗华将地主，而且恭迎咱圣诞的莅临，再次感恩，阿妈感谢除了咱的新春以外，嘛感谢咱在旧班跟咱来会在的咱的好朋友，大家辛苦啊吼，大家辛苦啊。再次感谢啊！咱过来要进行咱的桥卡吼，所以咱那边的人买单，一定排队排好的买单哦。啊，咱麻烦再次提醒，麻烦有地帽啊，爱绑落来吼，有地帽啊，爱绑落来。啊，也是有口罩的，麻烦各位绑落来。
来那个后边，好后边，后边麻烦，等下咱就是往前走，好，哎，给你帽啊拔起来，口罩拔起来。好，来我们往前，咱恭祝咱这边的父母大众爷，咱的圣诞春秋，圣圣寿，感恩在主，感恩大家拢辛苦啊。好，咱今年咱恭祝咱新增弟兄啊，咱的文武大将爷也圣人之手，咱的大将爷，咱的圣家，咱的圣家，起码嘛是对于咱的今年咱中华区的总统主团头前来经过，阿爸感恩咱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咱所有很多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参。新春后边的是咱新增咱弟兄啊的总领队，嘛带领着咱全部的信使。咱水乡，咱遮个信徒，大家做阵经过咱遮，嘛非常感恩，感恩大家，咱互因热情个拍声，大家拢遮辛苦个，第一个咧水乡，嘛相信咱个文武大将爷会对于大家会更加个照顾，感恩感恩大家辛苦。